大甲国小去大东山，对大东山，无啦，我讲你，我是去大东，去大东山，无啦，我是去大东，你从去大东，你从哪个家都知道啊？现在办，啊你也无我招啊？啊，你去招，你去招，招啊，你再招过。车到边边，你就唔好知道。我请你，我应该等下你个直接讲了。没啦，谈对象，谈生你讲话，谈工作就紧到。无讲过，都要去听长头你讲了。你又唔忙，谈你做对唔知要爱讲啥？我今日出席讲会长，出席。我无去招待，只爱想多事啊。太热哦，做事要不要做忙啊？